哦哟，这个菜爽不得了，好安逸！哇塞，这菜安逸，好巴适哦！这么小一口食堂，居然挤了这么多！哇呀，这个菜多！哇呀，有点高噻，我要弄个狗狗来遮到嘞。这次啊又来晚了，本来这个很多的，看嘛，这上面结了很多很多，这上面到处结的是，但已经掉了一些了，这个都已经软和了，都可以吃了。我们这个叫在我们当地叫猫屎瓜，还有一个很不好听的名字叫鬼子猫，因为它这个长得像手指一样，但其实啊我们都叫它山香蕉，像山香蕉一样。今天在山上逛了一天，身上都打湿完了，不过还是可以，只要这么大一簸箕，来整一个。安逸得很，清甜清甜的，而且据说这个米面啊炸油是特别的好。我今天都打算把这个米面，等下我把它收藏到。有没有认识这个的小伙伴，还有就是吃过这个小盘的朋友们啊、哦？到时我们可以在评论区我们一起探讨一下。